早上醒来，我说啊，幸好我没有吃啊，不然我今天不就是因为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去验血了，所以那种如释重担啊，幸好那只是梦而已。有时候我们在梦中，是不是你死掉了，或是你怎么样，或是你亲爱的人死了，或怎么样，你哭得稀里哗啦，你醒过来说啊，幸好不是这样，那可能你很牵挂的那个人，你很牵挂的人，对不对？他也许会用一种不同的形状啊，不同的一个戏曲，那个剧情就这样编出来了。然后就有很多人来解梦啊，你这个梦就是什么吉凶啊，什么东西呀、有没有啊？那梦太多了哈，好不好玩？这是我发生昨天晚上发生在我身上的，所以我今天去跟医生讲说，医生我没有吃东西哦，我赶快跟他报告。啊，看，所以什么叫什么念无念？所以你看观什么东西，观无念，也就是说什么叫无念？不是说呆呆的。枯木禅，槁木死灰，这样呆呆的无念，不是。所以无念说，你对你的念头是不是很清楚？你对你生住意灭的那个念头都很清楚。如果从昨天晚上讲，我这个念头是不是住念、住相？是不是住相？我升起来了，是不是住在那里呀？那重新改变是不是变？不是意呀？早上我才把它灭掉啊，是不是生住意灭？是不是经过这样一个轮回？所以，我有没有一个轮回？我昨晚已经一个轮回喽。这个角度讲，是不是轮回呢？蛮好玩的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要跟什么东西要相应？我们的念头要跟什么相应？正法相应，就叫什么念？正念啊。是正面，因为有时候念头根本你没有察觉，你没有察觉的时候，你在不经意，而且越细的东西，越细的那个念头，你越没察觉啊，它就藏在这个。佛罗里德只是讲到那个佛教讲那个念是不是好深好深，甚至你就带了很多这样的念头，变成你生命的一个气质，你的主体，你就这样去干嘛？你就去投胎去了，然后就形成你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各位同学，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每一个人生命有一些每一个人的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喜好啊，特别的什么？我常常讲了，你们去餐厅选来选，这不是吃那几样菜，爱吃的是不是那几样？好多现在我买来买去，我要告诉你，不只是买吃的菜点来的。买的书也是这样，哇，这本书我可以买三本重复，可见我的欧赖，我的室里面就是我就是喜欢这种东西，就买了，回家再看啊。那当然这跟上年纪有关系，越来越健忘，健忘是不是？那是不是某一种就是说人是不是有一种嗜好，一种倾向？是不是有一种倾向？你的那个业力，你那个念呢，就会把你什么？你那个念力是不是就把你牵引到那个某一种东西去？是吧？像我绝对不会去买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八卦啦，什么什么风水啦，类似那种书，我就不会去看那一类的啊。我会去看我看的东西，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慢慢就变成你的业感，你的业力嘛，对不对？那你们同类的人就相聚，是变成一家人，会变成那样。像你们这一群人。干嘛傻乎乎来选这种什么起信论的课，这么难懂？我为什么这么傻乎乎上这种课也很奇怪啊！我决定下学期我要给自己轻松过日子，也不要这样为难学生啊！上这种这么难的东西做什么？但是这攸关生命的东西太重要了，所以这里这四个觉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个念头的深住意灭？你就会觉得说，境界越高的佛，才可以从源头掌握到念头的升起。对不对？念头的升起，念头的升起，你就掌握住它，你就擒贼先擒王，是不是疏浚源头？水是不是从源头开始疏浚了，把它弄干净？这就叫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是看到结果才会那个哦，你就会晓得说，为什么这四觉，它的导牌是生住意灭是这样子排过去的。好，
现在我们看这里，他说念这个哈，要观这个无念者。他说又心起者，无有出相可知，而言之出相的啊，其谓无念。其实心的那个出起相哈，说觉知心的出起相是吧？也就是说，心那个相没有出起的相，没有出起的相是不是就离念啦？嗯，就没有离念了，因为。只要有那个感觉，有心有出息，是不是这种妄念起来了？哦，根本没有有起不起的这样的念头啊、哦，所以就叫什么东西啊？就叫做无念啊、哦。而言之，其谓无念啊、哦，没有什么出相可知啊、哦。好，问你，他是这样子，我们那个妄念有没有一个开端呢、啊？嗯，妄念有没有一个起头？没有起头啊，因为他也是无自性呐、啊，对不对？所以妄念也没有起头啊，也是无自性的，所以才叫做找不到一个什么，找不到一个出相，找得到一个出相，是不是一直要追？所以叫无始嘛，无始的啊、哦，无始才能哎。所以说妄念也在那，也找不到那个。所以说一切众生不明为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所以说无始怎样？无始无明。注意起心论认为无明是怎样？无明是无始的。所以我记得大师在讲心经的时候，有人问说无明从哪里？大师不是讲一个圆吗？圆吗？从一十二到一，又回到十二。无明能找源头吗？无明找不着。无明是怎样？无明突然来的，忽然起来的，所以无明无始，无明也可以让他这样。无明有没有中？无明有中，起心论认无明有中啊、哦，嗯，所以说众生不明为觉，因为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所以说无始啊、哦，无始无明啊、哦。我们一般是说初念走了，但是我们那个细念啊、哦，细念还在啊、哦，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细念里面去讨怎么样？讨生活啊、哦，嗯，如果得到无念，就知道心的生住意灭，以无念故，而实无有始觉之意，以四相俱实而有，皆无自力，本来平等。好，我们以为说这个从不觉到究竟觉是有什么东西啊？是有这个有次第的啊、哦。其实上他说也怎么样，也是没有次第的啊。哦本质有没有差呀？嗯，没有差的哈、哦。OK， 就像这里的光来，这里的蜡烛光跟那个光，蜡烛的光跟一盏好强的灯的光，看起来有灯有强弱，有好强的光跟小小的光，看起来有少分，有多分，有满分。事实上，就那个光本质来讲，有没有这样分？没有啊，哦、没有的哈、哦。所以那个也只是一个方便说有一个这样分这样的次第，好，好，这一点是这个第一个先讲什么东西，讲始觉啊、哦。我们再看下面，因为我想要赶一下进度，这样讲太慢了。再来讲本觉，哎，他说本觉呢，随这个染有两种相，跟本觉不相，哪两种？一个叫做自净相，第二个叫做什么？不思议相啊。哦先念一下好了，自净相是什么？依法力来熏习，如实修行，满足方便故，破和合四相，灭相续心相，显现法身，自纯净故。啊、哦，那个这个地方，这个应该是指哪一个、啊？指这个？我们看这里好了。
先看那个表啊、哦。本觉里面有两个，有一个叫随染本觉，有没有？二相，一个叫性净本觉，四个净，对不对？自净相就是这边哦，有怎么样产生自净相？有三个因，要有法力熏习啊、哦，法力熏习就是说有这个。指这个如来啊、哦，如来藏心，由如来藏的一个功德熏习起来，啊、哦，这是一个。第二呢，是由第一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如来藏的内熏力啊、哦，内熏，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有什么东西啊？我自己本身这里有功德在哈、哦，有把它内熏。第二呢，是如实修行，就是说。有这个老师善知识替我怎么样教导我、哦、我照他所教的那样去做、哦、这是第二项、哦、第三个呢也就是说满足方便呢、哦、就说我们透过这个前面那个修行力修行如实修行然后把我们自己本身有的内藏的东西啊、哦，把它怎么样？把这两个合合之后，让它产生一个圆满的结果，叫什么东西啊？方便满足啊、哦。比如说本觉里面呢有分两个，一个叫做哈、哦，自净相，就是自净相就是我们的本觉的德相啊。哦本觉的德相哈、哦，那个什么的，布施意相是本觉的什么用，啊、哦，本觉的用，一个是相，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用，啊、哦，哎，本觉的我们本觉的那个觉性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功德？所以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智慧啦、慈悲啦，哈，我们的一些功德性，这叫什么？叫自净相哈。那我们这个本觉的性里面呢，它会产生很多的功用，啊，它的一些大用叫什么？布施业相哈。那上面呢，怎么样得到这个本觉的功德呢？他说有三个原因，一个叫用法力来熏习啊，第二个是如实的去修行。然后他分三个，一个是实性位，实性三贤的人啊，如实修行是从初地到哪里啊？实地，最后呢，最后的这个才叫呢，还是到第十地，就是佛地的啊。那这得到这样的一个意会得到什么结果呢？他说破和合相，破和合四相哈、哦，就是还有一个破相续心相哈、哦，他的字漏掉，哎，布施意相，你们给我们先看表格，有这个他受用身，然后他把那个三身合起来，破和合相，什么和合？刚才我们不是讲前面有一个不生不灭跟生灭和合，有没有？染跟净和合，对不对？染跟净，现在呢？既然是一个本觉嘛，所以说不生生灭这边是不是没有了？无明这边没有了，所以没有这个和合相啊、哦，没有和合了，所以只有什么东西？只有什么？唯净法啊，唯有清净，唯有真实，所以是什么身？法身，属于佛的什么法身啊、哦？哎，佛性哎，这样了解哈、哦？所以那个和合是破什么？因为在窝里也是才有什么有 不生灭跟什么不生不灭跟生灭的和合嘛，对不对？现在是把这个生灭的无明是不是都已经没有啦？所以有没有和合啊？没有，唯有什么
唯有法身。注意我们刚才讲法身是什么门，回到什么门，真如门。我写在黑板还记得吗？法身是不是真如？真如有没有 跟那些去合合啊？没有、哦、真如唯有什么清净法、哦、所以说破合合事相、哦、是 指这个、哦、然后灭相续相。什么叫相续？我们的念头是不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念念相续，是不是念念相续心、哦、所以也把这个相续的心相干嘛？嗯，生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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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断的生灭、哦、把这个生灭的相干嘛？止住了、哦、所以也把这个什么破灭、哦、这个相续心相、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是就像维士讲的说，我们的心的那个活动啊，不断不断相应。现在各位同学这里听的不飒飒、哦、到后面再讲那个啥染净之眼的，这里都还会再做一次的详细说明、哦、没有关系。这个起心念有时候要又从后面讲，就是说唯是说我们的心的一个生灭起灭，就好像一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在那个瀑布的流下踢什么东西啊，踢毽子、哦、那个你们不然可以用科学的呢，就是说瀑布的流那个水是不是前一分后一分，我们看的是好像那个水是啪一下子的、哦、事实上它是前分后分、哦、相续不断的。他说就像我们的念头就像那个瀑流，瀑布的水、哦、瀑流、哦，不断不断的生灭生灭起啊，启动的哈，前念后念，前记后记的。哎，他说的破这个什么东西啊，灭哈相续心相啊。那么不思议业相是他受用身，这个合起来叫做佛的报身，又回到那个什么应身去了哈。好，我把这段再念，我们就休息一下，好像听着不飒飒哈。这个唯识的东西很难讲，就是说因为它有些要你去，你有那些你有一些修行啊、哦、你有实际去那个，嘿，它不纯粹是学理、哦、同学回家做一个事情，不要回家就现在好吧，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你什么的你就观察你自己的心思活动。好，你们刚才有跟什么东西相应呢、啊？你耳根听到什么？耳饰分别了什么？有没有听到你这种声音？什么声音？啊，冷气的声音，电脑呼呼呼的声音，轰隆轰隆的声音啊、哦。其实你听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起分别？是不是起分别啊、哦？就已经是一个嗯。各位同学，这个念头的启动啊，这种生灭一定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
有一个东西做元素，生灭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产生，是什么东西？有一个东西做前提的，时间，是不是时间？是不是有前有后，有前继有后继？是不是有时间？所以生灭是不是一个时间的现象？哦，时间呢、啊？是不是啊、哦？所以有这个。那我们的生灭是比较长的，前世后世啊。其实念头的生灭，你们刚才来，刚才我现在问一下大家，你说老师，我刚才根本就无念的人，举手给我看，无念，无念，你都无念，哦，不错，哎，我就不起心动念啊。数得出来，来，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刚刚这样一分半，你两分不到，你有多少个念头？你有多少？几个？你也无念是吧？一个，九个，哦，九个，九个，嗯，你怎么肯定说你叫无念？你怎么肯定我刚才是无念这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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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自己那个那现象啊，你有没有觉得好长的感觉？没有，还是觉得一刹那。刚才不到两分钟哈，两分到三分不到，哎，有没有觉得有人觉得时间好长哦？有没有？有，嗯，有哈，有人感觉我。假如我刚才叫你们盘腿，你们就痛不欲生啊、哦，好长了。哦、如果腿不好的人说，为什么？刚刚学打坐人就是这样。那个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打精进禅期，我旁边有一个师兄弟，他一直在换腿，他就说一直换一直换，那很有意思。你越换是不是腿越麻呀？那换腿的时候，因为他换腿他穿长衫，我就觉得他好吵哦、喔，好吵啊、喔！其实他的声音是不是很小？长衫的声音会有多大声啊？突然觉得，因为你那个六根都堵塞哈，受回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万籁俱寂，突然一点声响，你就觉得好吵，就觉得他怎么一直换腿，一直换腿，因为他腿麻，那越换越麻，所以那时候就要干什么？要观怎么样？谁在痛脚哈？谁在痛啊？是脚痛啊，还是我的第几次在痛啊？就观他，哎。是不是？那各位同学，我们可以从这里想象，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一个人往生的人啊，为什么往生我们不可以随便碰他，不能随便他旁边的人？有人从往生的经验死亡经验回来的人，他说在他其实六其他的眼耳鼻舌都坏掉，他都不能动，但是那耳根利不利？好利哦！所以那个旁边有人在旁边他讲话的，那个气啊，他说好像风刀啊。那个风哈、哦，就他那个气息，他比方说你在旁边这样讲翻个书，他觉得好像那个江海哗啦哗啦哗啦这样，好吵。说那个风好像刀，所以刀割啊，刀节嘛，割节有没有哈、哦？哎，所以我们才，所以有些那些大德们讲出来不是危言耸听，就是说那个人往生那个时候你碰他怎么样，我们觉得很亲，其实因为他那个已经都坏掉了嘛哈、哦，四大都离散的时候，哎。我有时候睡觉就这样，把自己当作死亡了，贪尸，啊、哦，当作自己是躺在棺材里面的、棺木里面的人这样观想，嗯，挺好玩的哈、哦嗯，去想想一想哈。刚、哦、才还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你们刚才都跟正念相应的人举手，正念，老师我都是正念的，至少没歹念吧？有没有人去歹念啊？没有。刚才一定有念头，赶快下课最好，是吧？嗯、至少刚才说一个经验，原来你就可以这样非常真实、很诚实的，是不是面对自己？是不是？
这样面对面，是不是就叫做短兵相接，跟自己短兵相接，嗯。刚才感觉一点饿啊。哦，静下来的时候。嗯。每天的给自己不用多的时间，十分钟也好，哦，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不一定要挂盘腿，挂腿也没关系。然后就察觉、审查自己的念头，啊，审查一下，哎，如果可以了，你就可以把自己坐下来。我有哪些什么啊？今天记录下来啊，也可以，嗯，对不对？这是不是就审查功夫？吾日三省吾身，那个儒家那个做的那个啥，那个这样想啊，还不够什么呀？不够细，嗯，这个就好像，你看，动嘛，动就没有办法看那个影像，好像一把火，一把火在那个风中，你拿着一把火在风中行走，火炬是不是快要消熄灭？一把火，火炬或是蜡烛放在一间宁静的房子里面，那个火炬是不会火炬不会飘，那个灯火是不是比较亮？所以定当中才能发慧，懂不懂？所以慧能道才就定慧等持嘛。为什么禅戒定戒定慧？哦，在一个稳定的啊，密不通风，就房间里面没有风吹的时候，那个火焰的火是比较稳定，它是比较光亮。所以为什么定中能生慧？就在这个地方，哦，所以有时候给自己一天一点时间，真的要去省察，这个才叫做儒家叫三省吾身。其实我们佛教是不是一种这个就叫内明？内明五明里面哈，什么工巧明、一方明、语言明、身明，最主要什么明？内明啊，内明是倒过来讲明内嘛。所以，其实佛教，其实我说，其实佛学就是一门什么学啊？生命学，而且是很真实的哈，很贴切的关照自己，哎，审查自己念头哈。好，刚刚为什么在给你们体验一下那个我们人是不是相续啊？相续相一个接着一个，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接着，是不是好多个混杂在一起？啊，很多混杂在一起的哈，相续相好。休息一下了，好不好？再来看下面的啊，这样看啊。